我也不知道，俺嫂子回来她回来的，肯定都怀孕了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百分之百也保证你怀孕，保证怀孕两周，不拿不能叫恁哥回来，跟你说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我猜都能一样，那咱这是包，咱明儿再包，明儿再没得肉再包，可不？你包保安，我啥也验，啥也拿？啥也是，啥也是卤肉的。你娘激动的了。 你那回来吃饭了几回？哦，回来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张姐包饺子。饺子。我赶快包开包。饺子中啊。第二顿没吃饺子了。吃饭二号，回来了。你呢？你弄点柴火去吧。咱又吃饺子。地上有多少钱？有多少钱？我来呗。 你没这腰子来了，我玩了。你可别离着那个排场了，离着那个排场站都来不成。别站那了，该搓点柴火去吧，今儿都饿了。妈，嗯，假如俺老子要是真怀孕了，你希望这闺女儿？闺女儿都好，我跟你说哈。嗯，真的假的？你不想叫她要闺女吗？恁俩放我台，我也管要。 嗯，你也要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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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中，你中午呗。俺招呼。你招呼。你说的。你养孩子呗。养孩子。再有大人吃苦头的，有小孩吃苦，你说的，闺女儿都好闺女，你说吗？小天个小孩，我都高兴。咋巧了？大一点。咋又大一点？我你娘妹子。大一点，好的快，黑啊！赶紧的呢。 赶紧接了，接了账就接账了。你叫俺爸呢？给俺爸了，别抱了。不要紧，我抱了。你别抱了，给你。不抱了。给俺爸了，你让出来，你拿过去。哎呦我的，这肉嘞，又囊一人。出来拿我，出来拿我。吃饺子，接上我。抱了吗？你专门为你抱的。为我抱的，我的天爷妹子，你。怎么不嘞？你想吃饺子，给你抱饺子吃嘞。 这咋喝吧？你给我干动的不得了呀！我的天！真想吃啥？我说，中。想吃啥给你买？婆子下饺子，儿媳妇吃了生小子。啥都假的。生假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婆子我一点不给你抬杠。我结婚头一天，咱妈都是给我揍的饺子吃，下饺子吃，我疼疼疼弄俩人。弄俩人。哦。那我那我来说，那连过两口差不多没喝多，就管干成啥也是。你生啥人？ 你生哪儿哪儿？你的命，我生俩人都怨你给我下饺子下来了。哎，我没吃饺子，我吃的面条子那人。那你看看，一个闺女儿，我跟你说。对呀，你妈。家里有活的，你看你都是。几碗？端走。俺哥可能吃不完吗？咋吃不完？干活的。这不我正在盯着碗。老天爷嘞！一个蛋蛋还在吃不完，饭还装啥嘞？你吃多少碗，哥？我吃多少都管。俺家的妈给舀一个过来。 妈，给哥舀一个。你我要再给俺舀了，这边。过来了。你几个坐着该？我吃一碗。咦，我的娘妹子。挤不下了，你看不？那盘上来，俺站那个，恁坐着个。恁坐着，俺我。俺爸，你坐着吃。我吃吧。这冬天吃饭还是搁处理呢？哎，都不做，俺做。你吃那个懒。 啊，还是味儿。这猪没回来的吗？啊。
那终究他回来哪去？回来写题啊。几个月回来着？上几个月？你不是怀孕了吗？谁跟你说我怀孕了？我的亲娘，成天我不认为你怀孕了，叫师傅回来。我的亲娘祖奶奶，谁跟你说我她怀孕了？啊？你看那，那是不是活着叫回来哪去呢？这么快的，这么晚的天叫回来写题，我这些日我也熬回了，他感冒还不得劲，回来咱都写题，写了回来看哈。那俺给恁大哥俩也管照不了，俺俩看个小孩都看不好，只管给恁做个饭，看个小孩。我给你解释，他是你的跟上，叫出回来吧，反正也干不多少天了，这都正十月了嘛是。夫人正用活，不然慢慢的干了呗。这么晚你天，你咱们也回来是这哈。你叫侄夫回来看孩儿，看孩儿，你不能反复给看孩儿。我一回来吧，侄夫回来我都上外边要饭的。对不？你不看孩儿？你看孩儿去啊，哥回来吗？你不来？嗯。找俺要饭。不是想想你歇歇吗？你我嘞，人家小孩他生你，你也撵不上。嗯，都歇歇，天天冷了，主要是俺二哥搁外边受罪，你知道不？俺老娘叫回来回来。对，一家子连十五都得接待我呢。主要是儿想娘了，娘想儿了。主要也想媳妇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呢，早点值不成，我都心里不得劲，我都没敢接值不了电话。嗯。